重点复习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的是一个波，从纯介电值，就理想介电值，然后呢射到这个理想导体上面啊。在理想导体，因为理想导体里头不可能有电磁波啊，因为电磁波进不去，所以呢它只有反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假设入射波已经全部知道啊，已知入射波它的电场跟 H 场，这个我们都可以写得出来啊，可以写得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假设它的反射场是电场，假设一个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就把第一区的电场跟第二区的第一区的电场跟反射场，就是我们假设的这个反射场加起来就变成第一区的总电场第一区的总电场。然后第二区的总电场呢是零，怎么搞的，第二区的总电场是零啊。那么我们现在在假设的时候有一个未知数，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反射波的振幅。那反射波的方向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波因为它在同一个介质那么它反射的时候没有理由说它本来是 X polarization 然后变成 Y polarization 所以我们还是假设它是 X polarization。 至于是正 AX 还是正负 AX 我们不知道，要等这个值决定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于是呢我们就把第一区的总电场跟第二区的总电场让它在介面的地方是 Z 等于0的地方呢，它的切线分量相连续。那现在电场是 X 方向垂直方向是 Z 方向的话呢，那 X 方向就是切线方向于是呢我们就代入这个这第一区的总电场它是切线方向，因为是 X 方向，跟第二区的要相等在什么地方相等呢？ Z 等于0的地方相等。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你就解出来原来ERO 反射波的电场是等于入射波的电场，大小相等但是它的方向呢相反。于是你就可以把这个正式的把它写出来了当电场我们知道以后，那 H 场呢，那你也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那我们就得到 H 场反射场这个是我们求这个从理想介电值垂直入射于金属理想导体介面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反射波我们知道在第一区的总电场跟第一区的总磁场它们都是柱波的形态柱波的形态。不过从这两个我们可以发现呢它们的相位相差有90度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两个区域的反射，两个区域的反射跟穿射，就是说这两个区域它呢都是介电值，耗损介电值，这也是耗损介电值，这个也是耗损介电值。耗损介电值里头会有这个电场那么这个电场呢，它这个里头
这个用传播常数啊，传播常数就表示它现在啊有实数相，有虚数相，那就表示说实数相就是它的衰减因子啊，那么虚数相呢就是它的相因子啊。那么我们假设第一区电场是这个，好，我们假设它是 X polarization， 那么根据它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H 场，然后呢我们假设反射波第一区啊是这个，也是 X polarization， 不过它的 EO1 minus 这个振幅我们不知道啊。那 H 场呢就是根据这个啊，这个要注意它有个负号啊，好，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得到 H 场。那然后我们再假设穿射波啊，穿射波呢啊，那也是 X polarization 电场哈，因为它穿过去啊也没有理由说它变成 Y polarization 啊，于是呢根据这个可以写出它的H 场。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 E0 E02 plus， 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有几个未知数呢？有两个未知数，一个是这个，一个这个。所以你要解两个未知数啊，那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方程式才可以。这两个方程式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界面的连续条件里头来的啊。好，然后我们就把第一区的总电场写出来，第一区的总磁场，第二区的总电场总磁场写出来。那现在我们用边界连续条件，这是总电场啊，这 E1 就是第一区的总电场， E2 就是第二区的总电场， X 就代表它们的 polarization 啊。那于是啊在界面 Z 等于0的地方要相等啊，但是你一个方程式啊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还要一个方程式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总磁场的切线分量啊。这个地方之所以会连续，是因为它的 lambda f 等于0，就是表面它没有表面的电流密度啊，如果有表面电流密度，这个不相连续哦，啊，这个不相连续哈。这里我们把条件写出来。我上次有同学问过这个哈，因为这两个导体里面，两个耗损介质里面都有电流啊，两个耗损介质里面都有电流的话，那么界面就没有所谓的表面电流啊。因为表面电流你知道，表面电流的单位跟这个实际上啊，表面电流单位是 coulomb per meter 啊，那么一般的 J 啊，这个电流密度是 是 ampere 啊， ampere per meter square 啊，那么 lambda f 是 ampere per meters 啊，那我们把这两个相连续啊，于是就得到这个式子，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出啊 ，EO1 minus 跟 EO2 plus 解出来了啊。然后因为以后啊，我们要解的话呢，那要以后要谈两个介质的话，你总要求它的反射波跟穿射波呀，那么。你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呢，你永远都要把这个式子写出来，然后呢再列这个方程式，再解出这两个来啊。那其实啊，我们发现呢，这个 EO1 minus 跟 EO1 plus 啊， EO2 plus 跟这个有关系啊，这个是入射波的振幅了。那这个呢就是介质一的固有阻抗，介质二的固有阻抗，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们就晓得，如果我知道两个介质的基本的一个参数啊，就是 epsilon mu
啊 ，sigma 等等，我就可以把 eta 1、eta 2把它求出来，我就直接就可以用这个式子，就解出 eo 1 minus 跟 eo 2 minus 啊，用不着啊，再做一遍，因为你再做一遍，解出来还是这个值嘛，对不对？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啊，我们就定义这个反射系数是这个，穿射系数是这个，都跟这个介质的这个参数啊有关系哈，有关系哈。那么伽马就是反射系数了，反射波的振幅乘上伽马，入射波的振幅乘上伽马就是反射波的振幅啊。你看这个乘它就是反射波的振幅，那么入射波的振幅乘上套就是穿射波的振幅啊。所以以后我们要写它的反射波、穿射波，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东西知道带进去，把这个求出来，你就可以求出啊这两个值，很方便哈。好，那么这个讨论呢，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哈，你们自己啊仔细的看一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题哈，例题，啊。例题五二，就是有一个振幅是这个，你要看清楚啊，它的大小是100个 volt per meter， 这个是它的 initial phase， 啊 ，initial phase， OK， 这个均匀平面波从空气垂直入射于无耗损介电质的表面，它的表面是一个平面，啊，那么这个介电质。空气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无耗损介电质，入射于无耗损介电质的表面哈，就是另外一个介电质，不是空气了啊。那么它的 epsilon two 还是 mu 零 ，mu two 还是 mu 零 ，epsilon two 是四倍的 epsilon zero 啊，这个当然是零，因为它是啊。因为它是无耗损介电质嘛，好，现在我们要求反射波跟穿射波的幅振幅，幅振幅就是，它的这个，就跟这个一样哈，它是反射波 ，OK， 反射波，好，然后还各区的总电场跟总磁场。好，那么我们做这个问题呢，你首先呢要把我们需要的这些参数写出来哈，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把，因为有两个介质了，一个是空气，一个是一个无耗损介电质，空气介质呢是介质一，那无耗损介电质呢是介质二，那么这两个介质的固有阻抗，那我们先把它算出来，这是空气啊，空气就是它啊，这个地方我漏了个欧米伽，欧米伽就是欧姆啊，这要写欧姆，这要写欧姆啊，欧姆就把它填上去哈。好，然后呢，这个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求入射第一个区里头的，你看根据这个啊，就根据这两个。我们求第一区的反射波的振幅，啊，反射波的振幅 ，OK， 啊，根据这个求出来，你看这个这100个 volt per meter， 你这单位都写出来，将来就不会错啊。然后 eta two 减 eta one， 啊，那就是60派减120派欧姆，这里都要加欧姆哈，这个写出这里，然后这个加起来，这个算一算是负的。33.3 个 volt per meter。好，那么这个是穿射波的电场，啊，那就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公式，
你把它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啊，这个值带进去，算出来它是 66.7 个 volt per meter。 好，那你现在这两个反射波的振幅知道了，穿振幅知道，那么第一区的总电场，它是 X polarization 总电场，那就是入射波加上反射波啊，那这两个都知道，你就直接把它带进去就好了，带进去，你看这个带到这里去啊，就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磁场的总磁场也是一样，入射波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反射波呢？啊，你也是一样把这个带进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东西啊，啊，于是呢算出来就是它。好，这是第一区的总电场跟第一区的总 H 场。你看我们这样子做啊，就不需要去解那些方程式了，对不对？这样子很快哈，你所以这个式子很重要，很重要，一定要记住哈。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过，这个 eta 2有的时候这里用 eta 2 eta 1来表示，有的时候是用什么介电常数表示，对不对？有的时候是用什么 index of refraction， 就是折射率来表示，就是你知道介质一跟介质二，如果你知道固有波阻抗就用这个，如果你知道它的介电常数，那就用介电常数的式子啊。如果你知道它的index of refraction， 就是折射率。那就用折射率来算啊。好，然后一穿射波也是一样啊，啊，它原来是这个，现在这个已经求出来了，是这个，那你就把它带进去就好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也是一样，你就把这个啊带进去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两个区域的总电场跟总磁场它的向量式写出来哈，向量式写出来，哈。然后你如果要写它的这个实写形态，简不简单？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向量，把它的向量形态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它的实数值就可以了哈。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啊例子。他说有一个广播频率的平面波啊，广播频率的平面波啊，大概是多少？你大概从前面那个表，我不是给各位一个表吗？第二章最后啊，你可以看看大概它的频率是多少个赫兹啊。从空气垂直入射于平静的湖水啊，那么湖水的参数介电常数是81 μr 是等于1啊，在这个湖水的这个水面就表示它的介面也是一个平面了啊。求反射于穿射系数，并假设湖水是无耗损介质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它的 sigma 等于零啊，就 sigma 2也是零， sigma 1也是零。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求反射系数，你看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知道 epsilon r， 就是 epsilon 1就是 epsilon 啊， epsilon 1就是等于一了，空气里面了哈，这个是等于啊81就是说你 epsilon 0都约掉了，最后约掉了，最后这个就是变成一，这个变成81啊，你把这个带进去，你看现在我们是用这个，不是用 eta 啊，不是用 eta， OK， 你看清楚它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啊，然后把穿射系数啊，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介电常数了，已经是介电常数了，不是这个 epsilon 1 epsilon 2 啊，那就直接用1跟81就好了啊。好，这个也是一样，用11这个81带进去就 0.2。 你看这两个，你把这个关系要记起来，看一看它合不合这个关系。如果不合这个关系，那就可能呢你的计算会错了啊，就是可能加减啊什么东西搞错了啊，要注意一下啊。最后求出来以后，这个就让你检验一下啊，到底对不对啊。这就是它的反射系数跟穿射系数。好，第四个例题，germanium，它是一种用来做红外线系统设计的常用材料啊。它的频带宽是3 micrometer 到5 micrometer，或者是8 micrometer 到12 micrometer 啊，在这些波段的时，它的这个频带宽哈，这是频率啊，啊，通通用在这两个频带啊，折射率啊，这些频带的折射率呢都是 4.0N 呢，这个时候是告诉你的是 N 呢啊，是计算空气者平面这两个平面的反射与穿射系数。那我们就设定介质一啊，它是从空气嘛，介质一，空气的折射率是一啊。好，介质二者，它告诉你是四啊。那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来求啊啊，不是用 eta， 用这个求啊。那这个求出来以后，你仍然是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验算一下，看看你算的对还是不对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平面电磁波垂直入射于多层的介质啊。现在不是两层咯啊，像我们现在这里都秀给各位看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就有3个介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波啊从这里进来，然后射入第二区，就好像我们的眼镜啊，空气波从空气进来，然后到了镜片上面啊，假如这个镜片没有镀膜的话，就是说到玻璃面，然后再进入空气啊，那就是3个界面了。对，但不一定拿它啊。如果说这个是空气，这个是薄膜，这个是玻璃啊，然后再来一个是空气，那就有4个界面，对不对？好，我们简单一点，就是比两个介质多一两层介质多一层，3层我们来考虑啊。好，那么入射波从这里进来，到了这个界面呢，那它就开始有什么波呢？有穿射波跟反射波啊。它在这里的穿射波跟反射波 ，B 就是反射波 ，C 就是它的穿射波啊。那这个反射波从这里往负的 z 方向传播啊，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啊，因为它的左边没有别的介质啊，是同一个介质，所以它就没有反射。但是这个 wave C 啊，它往这一边传播的时候呢，它又会遇到一个界面，这两个介质的界面，于是它又分成反射波跟穿射波。这个穿射波一去就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反射波呢，往这一边传播的时候又会遇到界面，对不对？到界面的时候又分成穿射波跟反射波啊。那么这个反射波啊，我们先看穿射波一去就不回来了，所以在这个面上面的穿射波都是一去不回来啊，这个地方的波啊
啊，它有往这边的，又有往这边的，所以它是两边的反射啊，无穷多次，无穷多次。然后这个穿射波也是啊，一去呢，啊，它从这里过来，然后穿射波是 H 啊，是 J， 反射波 H。然后穿射波一去不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有无穷多项，这里都是无穷多项，但是这无穷多项都是单一方向的。这个无穷多项包括相一个方向跟一个相反的方向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子求第一区的总电场跟总磁场，还有第二区的总电场跟总磁场，还有第三区的总电场跟总磁场，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算呢？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哈，假设这个波啊是 X 偏振啊 ，X polarization 的波。然后向 Z 的正方向传播的平面电磁波啊，这个垂直穿过多层耗损介电值，如这个所示。那么我们已知第一区的入射波，我们一定要已知啊，就知道第一区的入射波，我们假设这是 A 波啊，啊一电场 X 就是它是 X polarization， 就是 A 波。plus 就是它往 Z 的正方向传播的啊，这个时候它的 phasor form 向量形态啊，那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这个就是根据我们前面学的啊，你马上就要写得出来啊啊，你这个自己要写得出来哈，它可能会告诉你振幅是多少 ，OK 啊，那么。它就是有个振幅是 E01 plus 啊，这个是它的 propagation constant， 因为它是在第一区，所以这个 propagation constant 是根据它第一区的参数啊来表示的啊。那么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啊当作是什么呢？啊 ，A， 你看这入射波，入射波就它一个哦，反射波有无穷多个，入射波就只有一个，入射波只有一个，因此，在第一区朝 X 方向传播的这个波，向正 Z 方向传 X 偏振朝正 Z 方向传播的波只有这一个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将来这个就代表第一区了。那你这样表示是 A 了 ，A 到底在哪一区呢？啊，你这个地方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入射波了，那现在我们就看反射波啊，反射波它有。好多个，你看我们图上面是有 B 波、有 G 波等等哈。那 B 波它应该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它的振幅我们不知道，我们假设是 EOB 啊，它是朝Z 的负方向传播的。好，它的 gamma 呢也是。第一个介质里头的参数所表示，那这个前面是用正的，就表示它是往负的 Z 方向传播的哈。然后还有第二区啊，第二区 ，OK， 第二区，不是第二个波 G 波啊 ，G 波的话，这个是它的振幅啊，这个跟它一样哦哈、啊，一样。好，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电脑打不出来。我这个讲义上是点点点点点点哈、啊，就是说啊，它有 B 波、有 G 波，还有什么别的波 ？OK 啊，有很多，这表示很多很多波的意思。
哎，奇怪，这个打得出来，这个打不出来。好，所以这是个别写出来。那么它的总的反射波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些波的总和，这个加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总和啊，总和，这些总和加起来，我们知道啊，它这个啊，这一项，这包括什么？包括它的 attenuation factor 跟 phase factor 啊，都一样的。这两个一样，那我们就把它提出来啊。那里头呢，就是这些振幅全部加起来啊，这些振幅全部加起来，好，然后我们就把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啊，你有，比如说五个，就五个加起来，其实不止五个，无穷多个了。啊，我们用 summation 来表示，然后这个值呢，就等于这个的总和。我们现在没有告诉你实际上是多少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总数来表示。它的总数就表示说是什么？是反射波第一区啊，就是 incident wave 啊。我们这里用这个第一区，我看看别的地方是用。OK， 第一区哈，用第一区哈，这应该写一才对啊，这应该写一才对哈，一我打成 I 去了，你把它改一下 ，EO one 第一区的电场振幅啊，这是反射波的第一区反射波啊，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包括。无穷多项的总和啊，要记住这个。好，那么知道这个以后呢，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H 场也写出来啊，因为电场是这个东西第一区哈，第一区的，这第一区的反射波，总电场呢，入射波跟反射波。入射波只有一项，反射波这个无穷多项，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写出它 H 场，反射波的 H 场它是 Y polarization 啊，因为它是 Z 方向的 X cross Y 就是 Z 的方向了啊。好，它的你看都是这个被 eta 1来除，不过反射波的时候这里要有个负号，我们前面讲过了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哦。啊，你根据这个可以写这个，然后第二区的总电场呢啊，那么它也是向正方向传播的跟向负方向传播的，不过这个时候啊，这个也是代表无穷多项啊，这个也是代表无穷多项之和啊，不是单一项，就跟这个一样，这个是代表 O1 minus 代表这个啊，这个也是代表无穷多项，这个也是无穷多项之和啊，然后我们就把根据这个值我们就求出它的 H 场，没有问题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啊，然后我们去看穿射场，穿射场呢，啊，它没有反射，只有朝正极方向的波，所以它只有 plus 这个这一项，不过它也是无穷多项之和啊，也是无穷多项之和，那根据这个你可以写出 HY3 啊，就是第三区。它的总 H 场，好，那现在第一区的总电磁场知道了，第二区的总电磁场知道了，第三区的总电磁场知道了，可是里头好多东西不知道，啊，除了我们知道 EO1 plus 之外。
EO1 minus 不知道一个未知数哈，然后 EO1 啊 EO2 plus 不知道两个未知数， EO2 minus 也不知道三个未知数，那 EO3 plus 也不知道，一共几个未知数啊？四个未知数，那你要几个方程式啊？要四个方程式，那你现在哪里去找四个方程式啊？啊，那我们就看它有两个界面，对不对？啊，第一区跟第二区的界面，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有一个方程式。啊，因为啊，它这个地方是耗损介电值，所以介电值里头啊会有电场，也有电流密度，所以它没有表面电流密度啊。没有表面电流密度的话呢，那么它介面的地方磁场的切线分量也要相连续啊。于是我们就用这个第一区、第二区啊的界面，跟第二区与第三区的界面，它的这个电场 H 场啊，这是你看这个是第一区界面、第二区界面的电场，在 Z 等于零处相连续，啊，那么第一区、第二区的界面 H 场啊的切线分量相连续，然后这个是第二区跟第三区的界面，界面 two 是二三界面啊。好，我们可以用这四个方程式啊列出来。这四个方程式列出来以后呢，啊，这四个，不过这一区的啊这一区的界面是在 z 等于零，那这一区的界面呢，你们看图。它是在 z 等于 d 这个地方哈，所以 z 要用 d 来代，于是我们就代进去，啊，代进去以后，我们整理一下哈，整理一下，我们就用 e plus one 摆在这一边啊 ，e plus one 就是它已知了，我们用这个来。哎，求解这些值啊，然后你要解四个联立方程式，四个联立方程式里头有四个未知数，可不可以解？一定可以解，对不对？啊，好不好解呢？不好解啊，哦，不好解啊。如果这是四个，三个介质，有四个方程式。四层介质呢？四个介质呢？有几个方程式啊？几个？六个。那么你介质层越多的话，你这个联立方程式就越多。如果有20个联立方程，好不好解？那怎么解？那没办法解。电脑，你用电脑去解。好，那么当然现在有电脑还可以，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好，那我们底下就要介绍另外有一个方法，不管你有多少层啊，我们用那个方法来解啊会比较容易解哈，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就讲了，当介质是很多的时候，由界面连续条件列出的联立方程式变很多，而不容易求解。所以以上的方法只适用于两个介质层。啊，好，以下我们要介绍一种适用于多层介质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很重要，你这里用得到，将来到传输线也要用到，啊，解传输线的电路啊，我们将来也要用那个，啊，那么将来我们还会讲一种叫做 Smith chart，
史密斯原图啊，那用那个你知道这个方法以后，在史密斯原图上面来看呢，就也比较方便哈、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啊，就是我们底下要介绍。